女艺舞蹈家南雅人这次为她最新编的舞蹈作品回国举行舞展，除了邀请国内的许多舞蹈新秀，她特别邀请了日本的两位名舞蹈家山本小姐和森原真司先生参加表演。南雅人的成就更先更领先，作品中的现代芭蕾《想念》曾经获得日本芭蕾协会的最高荣誉奖。想念是从一个青年对我的偏爱，影射他对爱的理想，是一个现代的神话。这次演出的作品中，他还偏爱另一首《谣言》，也是一个现代芭蕾舞。爱的真实之中，美丽花冠，都是他把民族舞蹈和芭蕾融合不断的